什么时候才是你闪耀的样子？是克服引力向上生长的时刻，是敢笑着和自己 battle 的时刻，是用双手创造可能的时刻，是把家庭工作一肩担起的时刻，是用快乐找回自己的时刻。生命闪耀的时刻，是每一个正在行动的此刻。不管你几岁，用行动开始你的每一天，去折腾，去尽兴，去挑战，去享受，去散花。心中向往的，身体努力实现。行动的你，真行。行动有你，生活有劲。